头这个虾，你看，哦，很凶哎，呜呜呜呜呜呜，夹死你！啊，这有啊。啊，然后呢？往上面。啊！慢慢的，轻轻的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、点赞、打开小铃铛，还可以利用最新的超级感谢功能，给我们一点支持哦。乐群和亚洲统神一起制作的《靠我力量》力量冷雪糕开卖啦！有够好吃，有够可爱，速速买回家吃吃看吧！跟我走吧，虾皮商城新品上市啦，赶快来逛一下吧！この番組はラサミヤ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好忙啊！又快迟到了，先我们社长讲一下。好好好。还有蔡医师，嗯，每年我们都会办一次这样的活动嘛。嗯。钓鱼社的话，我们办钓鱼为主，但是我们今年是第一次举办这个钓虾。哦，第一次钓虾。其实钓鱼跟我比较有关系耶。钓鱼，钓虾不是我的专业，钓虾为辅。有机会的话，下次办活动的时候。可以再揪一下，对，叫社长一起。全民运动，对啊，是顶流运动。然后非常谢谢我们这些干部啊、社长他们的规划，因为规划活动非常的累，吃力不讨好。对，社员高兴就可以。对，真的是凭借热情在做的。以前我们大学的时候也都是办那个社团跟营队，然后好累。对，副社长，副社长，没关系。我们社团的活动最主要的。像我们这社团才有今天这个规模这样子，钓鱼高手，真的吗？对，那是真的是钓鱼。没有机会再仔细访问一下副社长，深入访谈，谢谢。人家开始嘞。对啊，我们还没凉水。哎，你今天准备的秘密武器？等一下在麦克风讲。虾小，木鱼楼的，如果钓不好。不好是你技术不好，是木鱼游的不好，完了。其实今天说是比赛，也没有那么大的肃杀气氛，比较像趣味赛。对啊。麦克风没开，开张。喂，夹起来。哇，这下面虾控，哎呀，被夹了。来了，出货。所以现在用的是鱼楼的饵吗？虾小，可以哦。等下你会不会以为我是在骂脏话？其实他的这个名字就叫这样。他是故意的吧？他是故意的。可以名正言顺的骂脏话。今天这只钓竿蛮漂亮的。这只钓竿叫什么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变态，真的啦，虾小配变态，好糟糕，蹦出新滋味，好糟糕哦，我觉得怎么 越来越糟了，好好钓个虾不行吗？应该整只是这种彩太色的。我觉得你最近的钓具好像都是这样。对啊，钓的比别人差没关系，但是有没有装备必须漂亮，手感还算是蛮轻盈的。哦，这应该是综合的体型，公母都有。综合式。对。比较好钓吧。感觉前面应该是有加放吧。讯号很多，很乱。虾仔在乱跑，而且正吃号蛮多的。来喽，出货！哇，大，可以耶。可以耶，但是它的那个夹子我觉得不行哎，我很怕被夹。还好啦，就下面嘛。这样子怎么钓虾钓得赢人家？
哎咻，上啊！所以好像虾都还蛮中间的。加饭的，老板要加饭，这么厉害，钓不到虾，老板要加饭，这么猛啊！老板不是亏死，主委加码吗？主委加码吗？哇，这个虾你看，哦，很凶哎，呜呜呜呜呜呜，夹死你啊！中，中了啦。这个解虾永远是，对啊，你解虾速度是人家的三倍，三倍慢，三倍慢。我们那边好嗨哦。虾子起来速度有点可怕。对啊，一直中一直中哎！来来来来，出货！哦，又要开始了，一分钟解虾。可能现在虾子很饿哎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虾底很厚，对啊，滋滋都正吃。好了，耳环我。耳环你？这感觉会不会掉？还是差蛮多的。还是会有差啦，因为这个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是水深有没有量对。哦，不能请老板帮忙量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一定是可以的。你也可以请我帮忙量啊。好，请你帮忙量。那钓不到就怪你。哎，啊，他这种事。那个弟弟吓到整个。是啊，他尖叫了一声，很大声。来了。哎。害我拍得那么认真，真懒。把它拔起来啊！出货！哎呦，出哎！终于在停滞五分钟中了一条。哇，那还有东西吃哎！对啊，你可以摄影师拍完，然后那边一直爽哎！太嗨了吧！同乐会吧。哦，这个夹到已经很痛。啊，可是我觉得钓虾有一部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个画面。好，你继续讲。钓虾一部分是实力，一部分是运气。是啊，但我相信实力成分蛮重的。像我们是没实力的人，凭运气的。自己讲。这感觉没有很稳呢，没实力就说。你看，对，没实力，没事啊。你刚都讲了，没实力，靠运气。对对，我们是运气型，运气型玩家。然后拍个，拍个，我拍个。十只。你看，你要看你的浮标已经拖走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看到了吗？慢一点，慢一点。然后拉的时候用力往上。对对对，有没有？我还会教人家钓，你看看，我自己也做。哎呦喂！教人家钓，人家钓到了，哇，弟弟钓到了。是不是你要仔细看你的浮标？
好强哦，自己不会带给教人呢。开玩笑，收收嘴皮子我还是会的、啊。道理我都懂，使用起来就不会。对啊，收收嘴皮子我还是可以的。才开钓大概十几分钟而已吧，大家钓起来此起彼落的。今天我们的活动是两个小时1400，应该那个价格就是瞎量的吧？对，然后第一名有2000块奖金，第一名就等于没有付钱，还可以吃免费的饭的。对对，来蹭饭蹭水。但是我觉得这种团就是娱乐型活动是蛮好玩的。对啊。1、2、3，出货。好强啊！道理型钓虾 YouTuber 真的，理论都会讲，真的实钓就不一定了。看，苏朗姆苏丁啊！哦，这个虾小可以哦，每只都正吃。虾子喜欢这一位。嗯。为什么他那个饵是绿的、啊？腌了不同的粉啊，粉的关系。好像又吃了嘞、啊。这边有香蕉。有香蕉哎，好猛哦！来喽，1、2、3，出货。这么猛，可是人家都想丢哎，人家一次两只，一次一只而已。对啊。啊！哦。等，我拍一下，你不要。怎么不要拍一下？好痛哦！你让我拍一下再解开吧。不要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下次你再夹他一次。那流血了嘞。哪里？我看。两个洞很大。出货。渐入佳境哦，果然教弟弟钓虾，我们就是会有好运气。原来如此，要做善事，对，做个好人，不要整天那边乱骂脏话。我没有，没有，我是被夹到，好不好？痛哎！一定是心术不正才会被夹到。又正吃哦，好猛哦！每只都正吃，每只都正吃，真奇。虾很饿呢，这个不得了，这个不得了。对啊。啊，谢谢你帮我放着就好，谢谢你。谢谢谢谢。准备出货。有在拍啊。会。哇，厉害厉害。哦。平常都不会钓虾，接图很厉害。对啊。不能丢台大的脸。哦，你看。贯穿，然后我们今天的钓具就是元丰泰山元丰钓具赞助的啊、哦，真的、啊？钓竿不是啊，钓竿是大头赞助的、哦，所以是除了钓竿以外的钓具都是元丰赞助的。大家以后要买钓虾的东西，绑好的线组，绑好的钩子，手工绑的、啊、都可以找元丰。讲难听点，就是你不会吧？可以，有现成的，这干嘛自己绑啊？暴露自己的弱项，又暴露了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对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，你要分一点给旁边弟弟。你们要不要用用看这个？去柜台拿刀片，把它切一小块一小块就可以了。把小分给别人。等下这个的字没有，在外面都买得到啦。就是这个。你这个讲法蛮难听的。外面都买得到。来，再拿出来一下。好啊。等下我还没拍到，再转过来，转过来。OK，、欸、你怎么停滞啊？停好了，找不到虾了，这区没虾了，虾被你捞完了。哎，喝个饮料先，等下就拖走了。钓虾就时不时要检查一下水深，换方式就对了。整体来说，这支钓竿感觉还算可以。尺竿稍微因为配重重了一点点，但是整个
涂装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果然符合我們，就算钓不到虾，心情也好的呀。对，果然符合我们变态的精神。不是要找虾吗？找了，你找过来，他跑过来，你找过来，找过来，他又往那边跑。那就是人家不想要吃你的。哦，走了。还是吃虾小啊？吃什么？还是吃虾小啊？所以运气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出货。哦。啊。这么大、喔，换手，也正吃，哎呦，痛啊！原来是干的位置没卸啊！来了，为什么它不会沉？哦，来了。啊，走，然后怎么办？轻轻掉一下就好了。什么意思？打。啊，呵呵，我不会太强。不然不会这样。哎、欸，有了。啊，然后怎么办？往上打。没有。再放回去。掉了。哎、欸，有号了、欸。有吗？有啊。啊，然后呢？往上面。慢慢的，轻轻的，老塞，不要急着把它拉起来。啊、我会掉箱哎、欸！怎么它都有丢下去，拖两下就有的那种号，我怎么都没有？已经佛心了，剩五分钟了。哎、欸，浮标在下面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拖走了，拖走了。看、哦、你啊，要掉了。慢一点，哎、欸，你要慢慢拉。他跳，你要让他一下啊！怎么让啊？慢慢提啊，他跳就让他跳。不用急着提上来。那要什么时候提上来？他不跳的时候，你就会把他倒回来、啊。他什么时候不跳？啊，等一下如果输两只的话，就是你害的。屁呀、啊，歪理的，你一定不止两只。比赛结束了，看起来是。惨不忍睹，要拿起来看看。果然，我们还是回去钓鱼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应该是钓平均值，但是没有赢。因为毕竟你，错失蛮多机会。因为我们也比较晚到一点点啦，人家都开始钓了，然后我们才开始那个，对啊。不过就算，因为虾子会跑来跑去嘛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运气还是蛮重要的。对啊，像我刚坐下来三个号哎、欸。对，运气很重要。你看运气不好，那个人掉三斤有没有？哦，好强哦。对啊。这样子算多重？一斤半而已吧。不划算，没合，输了。但是等一下还有虾子可以吃啊。对，等一下要餐厅吃饭。还要餐厅吃饭？他们那边比较多、哦。弟弟也有钓到哎、欸。他钓五个哎、欸。我觉得小孩子钓这样很多哎、欸，我有教他钓，好不好？ 好， 好，我们来去做成绩结算。来了，就再换钓。请问是什么？37只啊！哦，30，刚刚37。六，37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看看可不可以找到。11、12、13、14、15。没了，只有只的，这个来，这个钓虾感觉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还有午餐可以吃，划算。他已经开始吃了，吃很好哎、欸。你就去钓啊。这感觉是软头蟹啊、哦，真的、哦。3000啊，3000。
伽马奖。哦。那个。嗯。恭喜恭喜。那另外还有两位，一位是那个周乐群。哎，还有我。今天还是非常开心参加这个钓鱼社的活动，就是很温馨的，还有这个庆生，然后又有欢聚这样子，第一次体验，又回到大学的感觉。大学我们就是吉他社很喜欢办这些活动，想当学生的感觉。对啊，然后竟然还摸了个第五名，还有一个小红包，跳那么烂还有东西可以拿，不能这么说嘛。运气是实力的一种，可以用运气的时候，千万不要什么拿出实力，保留实力就对。对，希望里面大家在留言加分享，下次里面见。